这些艺术作品的类别风格都不同，但是启发这些创作的都是同一个信仰。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系列的肖像画，画里面描绘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勇于为自己信仰作流血见证的殉道者。他们宁死不屈嘛，有多少个人能够做到的呢？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爱常传带大家去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宗教艺术展。